修学佛法要求开悟吗？智的心开就是开悟，心使心地开通，心地怎么开通啊？烦恼消失了啊，本来有本来的智慧光明现前了啊，那么这道佛法了了分明了，那就是啊智的心开，不假方便，假是借，不必假借其他的方便，其他用什么方便呢？修念佛法门的人用观相来帮助观想，观相是观想的前方便，观想求将来啊往生见佛，那观想也是方便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只要你努力精进修，不用其他方便啊，或者是持咒，或者是参禅，或者是其他任何法门的帮助啊，不需要其他的方面，一样啊可以使你开悟啊，心开通了就是开悟啊，自然而然得到开悟，认真念佛就得开悟，但在见弥陀佛陀不开悟啊啊，只要能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还是何必愁不见佛吗？必定见佛。所以啊，不一定要任何其他的旁边的助缘，我照样能够使我开悟。一心不乱不就开悟吗？念佛如果能念到一心不乱，就等于开悟，啊，开悟怎么开法？等到真正开悟了，等于生死没有问题，啊，这个对生死大师自己有把握，没有问题了，那就是开悟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心佛打成一片，那就是开悟，啊！纵然现在没有得到一心，将来往生啊，见佛必定就能开悟，啊！所以这是用法义来说明，弃佛没有多远，很快就能啊，这个开悟，不假方便，自在心开。这个情况像什么呢？拿个比方说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。此则名为香光庄严，燃香，例如卖香的店，你跑到香店里面去，啊，到里面去坐一会儿，啊，然后出来呀，全身都有香，啊，因为你进香的这个地方，跟香在一起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被这个香的味道熏洗呀，全身就有香气，啊。所以如染香人呐、啊、身有香气啊，就到香殿里面去啊，这个旃檀之香啊就会熏到你的身上，满身都有香气，这是比方。那么我们如果修学佛法，尤其念佛，那你就经常啊沐浴在佛的法身香中，香比佛的法身啊，光比佛的智慧，一天到晚都在佛的法身中生活，一天到晚佛的光明都在照耀我们啊。所以报恩论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佛身所到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。因为有人说哎，阿弥陀佛无量光啊，那当然处处都照到了，可是我就没有看到阿弥陀佛的光照到我这边来呀、啊。报恩论他就解释说，凡是有佛号的声音到的地方，佛的光明就照到那边啊。我们自己本来就有光，可是啊自己见不到，为什么？烦恼，无明烦恼贪嗔痴，所以见不到。明朝万历年间的莲池大师，他在家就学佛啊，他在家姓沈呐 啊沈先生，沈居士，他在家就学佛念佛。有一天他隔壁的人有个老人去世了啊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的家人就把这个砍毛给狼啊请来，就替死去的人讲话啊。这种
这种风俗啊，台湾也很普遍。啊，我记得我11岁，我的祖父去世了，去世不到2-3个月，家人就请来阿南贤孟贤呐、啊，啊，就替这个过去的人讲话啊，我亲自看到了，也听到，啊。那么这个莲池大师还没出家做居士的时候，在家里隔壁发生这种情况，人在听这个专门替死亡的人讲话的人呢、啊、那天晚上来讲话，他好奇呀、啊、也跑去听去看，站在这个砍房的所在啊，站在这个旁边没有多远他站在那里啊，听着他们讲话，哎，他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想起，我是修行的人，我是念佛的人，我怎么可以站在这里啊打妄想不念佛呀？心里这样想，晚上提起正念就念佛，哎，他一念佛呀，那个这个替王哲讲话的人就说了，他说像沈先生这么用功啊，那就不愁不成佛啦，哎。这大家站在哪里都听他讲话呀，谁知道他有修行啊？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那个时候的沈居士觉得很奇怪，马上就问他，哎，我站在这里我也没有修行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啊，他说我知道你在念佛。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念佛呀？他说你念一声佛号啊，头顶上就冒出一尊阿弥陀佛像，头顶上的光明啊冒出一尊阿弥陀佛像，念一声有一尊佛像现出来，所以我知道你在修行啊，自己看不到啊，游民界看得很清楚啊。如果我们念佛就会冒出佛光来，这个头顶上有光啊，这个光中就现出阿弥陀佛啊，所以佛声所到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，这句话出在报恩论。凡是有念佛的声音的地方，就是佛的光明照到的地方，而我们每一个人自信就有光明，跟佛的光明相接，所以你念佛就现出佛像来啊。那么历史上有记载呢啊，这个少康大师他念佛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嘴里就现出一尊佛像来，飞在空中，所以可见念佛必定见佛啊，这就叫做香光庄严，佛的法身香熏在我们身上庄严，光就是佛的智慧光，佛是无量寿无量光啊，所以呀、啊、念念不忘佛光就时时照耀，使我们的本有光明自然显现啊，所以叫做香光庄严，法身香智慧光庄严我们的身心，使它清净庄严啊，烦恼消除，往生得到解脱啊。念佛要很认真啊，不能马虎。如果说是用念珠计数啊，要很注意，不要让他打妄想。所以古人有这么一首颂，说念佛切莫贪多念，先念100心不乱，99声一念差，泪转宿珠从头念，哼，要有这种功夫啊，不能打妄想。我一圈108念到99了，或者打了一个妄想，不算了，从头再来，要有这种精神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下功夫，很难相应呐 啊这就叫做香光庄严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念佛必定就会有成就。这是第三段啊，何意显示深意啊，把法意何以比意合并起来，显示出念佛的深厚的利益，深厚的利益。什么深厚的利益？必定见佛吗？将来成佛吗？啊，那不是最殊胜的利益吗？然后最后啊，这个大势至菩萨他说他自己自利利他的事情啊，这是第四段正说的第四段，述及自利利他。先说他自利，我本因地啊，因地一念佛心，若无生人，
他说他自己最初修行就是念佛，因地就是最初发心修行的啊，那个时候就是以念佛使心地开通啊，然后从此念佛证到无生法忍啊，这是他自修，他的自立。无量寿经说，观音世智都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修行成就啊，那么所以他也是在这个世间念佛啊，那他从前念的当然未必是阿弥陀佛了，因为阿弥陀佛成佛才十界而已啊，所以念的是古佛，他所亲近的佛啊，那么或者是单念南无佛也是念佛呀，啊，因此之故，这是他自立得到无生法忍，现在是等觉菩萨，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讲话，然后他立他，今以此界摄念佛人皈依净土。这三句是他的利他的工作。我现在实践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我就在娑婆世界啊，摄化念佛的人呢、啊、往生极乐世界啊，皈依净土，归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净土去。所以凡是有人念佛求生极乐，观音世智都要现前来接引，西方三圣现前，他的用意啊就是要接引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到极乐世界见佛啊，因为他是这个世间的众生，与这个世间众生最有缘，他是这里修行成就的人，他要以自啊以先觉觉后觉啊，那么以自己觉悟的来教导后人啊。那么大势至菩萨他怎么样教导众生啊？这一篇念佛圆通章就最好的方法啊。有人说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示现啊，是不是我们不必去啊去研究啊，但是他提倡叫人依这个念佛章来念佛，这是事实。最后上面是正说说完啊，最后第三段的解答，佛闻圆通，我无选择，诸摄六根净念相续，这三摩地是为第一。佛问所有的菩萨罗汉怎么样是正圆通吗啊，那么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为什么叫做没有选择呢？因为人家在根尘世十八界里面选一门专修，他是六根诸摄啊，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摄，叫做都摄，摄是收起来，不远外境，专一念佛啊，所以使六根通通收敛起来，好像如归藏六啊。那么这样子的功夫，继续使这个修念佛法门的清净的念头继续相续下去，没有间断啊，净念相续，由此这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三脉，由此证到念佛三脉啊。我认为用这个方法来修行，这是最为第一，这是解答。在中国佛教，从楞严经出来之后啊，尤其到了宋朝，一般往往这样子认为。怎么认为？认为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就是两种法门，在中国佛教最普遍。第一是参禅，参禅就是后边的耳根圆通，以观世菩萨的耳根圆通啊来代表参禅。所以宗门下的所有的祖师，没有一位不读《楞严经》的。而对于楞严经受用也是最大的啊。那么这个时时都会提到，有很多参禅的人呢在楞严经里面得到受用啊，他就是认为以耳根代表参禅。而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就是代表念佛法门。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到了宋朝以后啊，修行可以说只剩下这两门了啊。一般人出家在家，凡是学佛的
不是参禅就是念佛，不是念佛就是参禅。有人嘛禅定双修啊，有人参禅开悟之后再转修啊，这个净土。像永明元寿大师，像莲池大师这类的祖师们呢，他们都是先参禅开悟，开悟以后再修念佛法门啊。他这个用意就是说，因为宗门下的修法啊，无论你是啊看化禅还是木照禅，都要有上根上智。假如不是上根上智，很不容易入门。所以如来未发大啊大圣者说，未发最上圣者说，最上圣者就是上根上智啊，顿教根性的人，像六祖之类这类人呢，才有办法修禅门啊。如果中下根性要入禅门，恐怕就比较难一点。为什么啊？不过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善根，看他过去多深修的善根。如果他过去生啊多生以来有修禅的这个习惯，80天中禅门的种子存在，他也会参禅。纵然他没有读很多书啊，单下功夫参禅也会有开悟的。所以从前有个石匠刻石头的啊，还有像万回之类，他参禅也能开悟啊啊。我说禅门开悟怎么叫做开悟啊？生死自如就是开悟，真正开悟就是生死自如啊，要来要去自由自在啊，没有挂碍。如果到了这种境界才算真正开悟。念佛人如果一心不乱，情况一样啊，临终要走自由自在没有问题啊。如果修念佛法门的人要求往生极乐啊，观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经16观，一般的人往往都会认为哦，那凡夫啊心粗尽细啊，观想难成，好像是不容易这个观想成就。虽然这样说，16观里面啊，第一观的乐日观非常非常重要啊。那为什么说这一观非常重要啊？因为人呐、啊，到了临命终时，会现出各种的景象来。杂七杂八的境界都会现出来，那是最危险的时候。顺着你过去的习惯业力拖着你就走了。假如你把落日观修好啊，闭目开目，落日就在面前。好处在哪里呀？标响西方指南针，往生的指南针。到了临命终时，如果你的功夫不够，佛还没有现前，怎么往生呢？往西边走，看着那个日光。临终如果这个乐日这一关现前，跟着这个逢日圆日的地方一直奔去啊。这个时候如果妄念不起的话，佛就会现前，就有见佛往生的期望。所以呀、啊，你不要因为落日观好像那只是看那个逢日当空啊，将要落了下海的这个情况一样，没有什么，这一观非常重要啊，只要你这一观观熟了，临命终时其他的杂念不现前，啊，假如功夫还没有到佛现前的境界，落日观成就，往生就没有问题，啊，就很容易呀、啊。达成这个往生的希望。所以我认为您纵然不能修16观的其他的啊很细的观门，最起码乐日这一观是容易的。我们只要天清的时候不下雨，不是阴天
啊，傍晚这个日光太阳啊将将要下山啊，要到海平线上面的这个时候的红日啊，找那个最好的这个方向，看一个最清楚的地方，把它看熟了，眼睛闭起来，红日就在眼前啊。如果这一关修成就，将来帮助往生力量很大，很有作用啊。那么尤其在平时啊，对这个身心的妄想啊，对人我相要把它放下，要排除啊。所以古人说啊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切不生极乐。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是由这个恩爱沉重轮回流转，没有解脱，所以说一向就在娑婆世界里轮转不息啊。现在您要求往生佛国吗？念不切不生极乐，切是专一，或者说念不一不生极乐。假如你平常是念佛呀，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啊，那么到了临命终时啊，那么往生的目标没有达成，那就是很麻烦啊。临终的障碍，我们平常希望说愿我临终无障碍，不要等临终才排除啊，平常时就要把这些障碍排除啊。所以平常时要努力精进呐、啊。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啊，闲时不烧香，临时抱佛脚，不要等到临时抱啊，平常时要好好下功夫啊，要忙里偷闲呢 啊在自己所修的法门上能够下番死功夫，才能有所成就。所以这一篇啊，我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的用意啊，因为一般都认为中国佛教现在只剩下禅净两门了啊，一般讲到修行不是参禅就是念佛啊。那么这个念佛是一个大法门啊，尤其在末法时代能够三根普悲立顿全收啊。假如不是属于禅门的根性，那你只好好好的下功夫念佛。但是念佛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啊，我说嘴里会念就可以啊，三岁小孩都会念。所以寒山大师会说如果是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喉咙喊破也突然，嘴里阿弥陀佛，心里在打妄想啊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把喉咙喊破了，也不会得到真实的受用。所以真正下功夫要心口相应啊，那么从心里想起来，从嘴里念出来，从耳朵听进去，这样子轮转不息啊。那么就是默念也自己就得有声相啊，我默念念佛，我没念出声音，这最容易啊升起妄想，使妄想啊发出来之后啊，结果就退失了啊。甚至你在说是我默念念佛，大妄想还不知道呢，你的心自有关啊，你要俩的造你嘛不在呢啊。所以呀、如果在念佛的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啊，没有用心，所以有人说念佛很容易熟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很容易熟，念熟了啊，嘴里阿弥陀佛，心里打妄想啊，想南想北啊，什么都想，这样子很容易使这个造业啊，这个打了很大的岔。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要专一啊。到今天为止啊，第五卷讲完了，从下次开始讲第六卷，就是二十五圆通的最后耳根圆通，讲观世音菩萨的法门。那么从下次开始啊，讲第六卷，第六卷已经印好在等着了啊。那么下次来就开始讲第六卷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。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借最大的福，生最大的善，走，跟生命电视放声去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这里大乘佛陀的人的都说嘛，这里佛陀的身体不差了，被那康巴的压过呢，康巴的忙着扎个头的人，这里咱们康巴的不差的哟。对那个来就这里去吃饱几双，吃的多啊没办，对那个啥食吃一些，一碗不要的，他那种上马街就办的，没有人过的，那你搞一开什么多啊没办吃不着的，对那个那看把忙着一包的就把他那个来上，对那么多个就这要不一起买的嘛，对。超龙灯的看法也不叫关了去，但我看超龙灯的拉山看法也不叫，你也干的是你看法，超龙小龙我这一起没得到的，我有这，那古路道还讲啥不活动的没搞的些呢，这就没有了子，这样就别一起，得把生活的一起得把这做活的这，一起得把这，那三十现在老没搞的，一起的了。你这里好高了嘞！第一支提到要勤修心前行。